这个等等，这里好太多羊，这个是羊洞啊，我今天才发的。哇，这里面你看，直接有水，来，新鲜小花开。然后我们选择老洞，老洞应该在这里啊，这里看，这里有水，把这点往上，把这个带上来。哇，下面黄洞啊，你看水一直在涌，啊，那边好像有点动静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下面在淘汰，还能把水冲过来呀？哎呦，太好，这刚才淘汰掉一个。哇，在这里，哇，这就是这个透没透出来，然后它的冰河里面侧缝里面好，这种鳝鱼特点好，这种要慢慢的吧。哇，呀，海，海，海，哇，有点吹。哇，这边你看冒江江，但是在这个下面，哇，刚才那个摸到一下尾巴，哇，在这个山缝里面跑的，呀，他在死亡的征兆，我看你怎么跑，看尾巴没有，喂。哦，跑得好快，看到尾巴没有？喂，哎呦，黄黄的，好漂亮！哎，哎，啊，这力度有点硬啊！啊，嗯，哇，这黄的，好漂亮！喂，喂，嘿，嘿，看到，好，好厉害，好老哥。来，上货漂亮。冷水下面，你看发现一个洞。我从这边直接冒水救他一下。漂亮，一两的，还想跑？刚才在这里看到没有？这个圆昏，我打，来，接他一下，来，上货，漂亮，二两。来，家人，你看这都江江，刚刚我看到的，哇！来我这个在上面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金龙，漂亮！我操，这个也是板正。你看，老总这么大，还有那个比这个火山喷发的江洞啊。这个黄鳝有点大哦，不油，哎，跑不动，哇了哥，哇，哎呀，我天哪，啊，这个黄鳝大，来，上货。在这个干波波上面发现过这么大的洞，然后外面有个江洞是出洞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鳝鱼有多大，一下把它吐得出来不？
喜欢的关注一下，每天下午6点钟直播间不见不散，欢迎大家来。这个塘边上发现，你看这么大的洞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首先哇哟，这个洞怎么这么大哦，看到没有，上面直接冒水，来哇，来上河，漂亮，喜欢的关注。来，鱼塘放干了，你看这个滑下去的，哇，这个洞洞，你看这外面的这个出洞，这条鲨鱼大啊，看到没有，轻轻的，哇，外面在冒水，哇，看到没有，可以，哇，上河，漂亮，喜欢的关注一下，锁定今天晚上6点钟不见不散，叫他。不下不下不下，就是因为瞪你那个方向，瞪瞪起来，这里看看这里。用力捅，这里他不干，他蛤蜊不蛤蜊，太深了，是不是？我没骗你们，家人们，你把那个棍子用敲给他掌下去，那个胀死，插错了方向，要求不得，插错了方向，插错方向，这棍子插上去，插单了，插不进去，这个棍子，尽量，他这里，这里嘛，插不进去，那我把人插看一下，有不要铁棍子不行。一碰它就输了，关键不是这个方向好像。这边，啊，这里了。这比大了，这比小了。不是这个方向。这烂虾怎么下面？扒开。你看这里洞洞，哎，这里在冒尖，看到没有？我首先躲它一下了。哎呦，这到处都在冒水哦。上火，漂亮，进火。